富邦勇士的高位分裂行动中，石门在高位侧应，林志杰迅速绕过石门进行空切拦下。接着，简廷照巧妙利用杰哥的行进间掩护，也进行空切拦下。石门灵活阅读防守，智慧的选择传球给杰哥或廷照，这三人的巧妙交叉合作叫做 hypo split action， 并不是那种能独当一面的洋将，还需要有更多的队友配合。 哦，这个小球给的精彩啊，绕过石门的简廷照。对，我觉得石门他不容易的点是，刚刚提到他很年轻，然后融入到富邦体系这么复杂，他可以适应的很快。虽然说他体能不是说非常的劲爆，让大家会觉得哇哦，很赞叹，可是够扎实。对，来看看刚才。 怎么样在石门的身边活捉石斑鱼啊？哇，石门水库吃石斑鱼，你的石斑鱼有点大条啊。面对比克啊，比较沉退，然后刚好用一个地板球 leading pass。